这学员埋伏太猛了，小唐队就剩两个名额，我们剩下俩吧，一个预言，一个孙蕊，这俩杨水孙蕊是吗？对，孙蕊给你们，预言我抢一抢。预言你抢不过来，不好意思，他不会成为我对手。预言要不行，我跟他没完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来吧，预言。接下来是预言，起立。哇！预言。哇！很抢手吗？预言，快来吧，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大 vocal。预言，你真的，你想明白了，预言。他听不见你说话。预言。预言，你想清楚了啊？看我的嘴型，预言，预言 ，I need you。十面埋伏，两组都选你。预言现在头有点大。现在轮到你来做选择，请开始反选。我没有看谁想选我，我就只想选一首歌，所以我就看都没看，就去十面埋伏二了。哎呀，预言，快来！你选的哪一组啊？我，你给我选。我其实心里想选的是他，但是我答应他了，所以我在纠结这个问题。嗯，不是你答应我的，是你过来告诉我，赵小棠，你要是有十面埋伏，一定要选我，这个拎清楚啊！但是我没站起来当你的对手，对吧？不是你站起来当我对手，我也不会选你。啊、为什么？我就要选他，因为我俩身高差不多，你瞧不起我这个矮的了呗？那不能、啊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感觉仿佛看到了希望。快乐了，快乐了，快乐了！预言最终选择的是十面埋伏二，曾肯一队。